好，感谢你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响叮，当仁不让世界出卖，你们商量之事来收看这场比赛。天气今天是近乎完美，晴朗的天空在泛黄灯下显得更加辽阔。哎呀，心情也不错，两队的表现也不要给我们添堵啊。 热情的球迷肆意地表达着自己对足球的热爱，赛前的气氛已经沸腾，整座球场俨然变成了五彩缤纷的海洋，呐喊声此起彼伏。好的，抬脚射门，约书亚·金米西这脚踢得很远，罗伯特·卡洛斯。 阿什拉夫年纪轻轻便已经在多个顶级联赛中证明了自己，你很难对他的表现视而不见。虽然在技术上能踢多个位置，不过他最常踢的还是右边路。比赛中他会进行频繁插上，拉扯对方防线，伺机破门。在攻守两端均善于运用身体。球在萨拉赫脚下，球在姆巴佩，姆巴佩。 这才是精彩的扑救，基里安姆巴佩造就了一次精彩的扑救，射门质量很高，他很清楚门将的位置。卡卡，大马玩家，球在萨拉赫脚下，本来选择很多的，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应该呀。这个传球不够理想。 一个大脚将球转移到另一侧，舍甫琴科，射门，漂亮的解围，惊出一身冷汗。凯赫伦·土兰，漂亮的抢断，他非常警觉，直接外球，姆巴佩。 孙兴民为自己赢得了一个任意球，可能会有麻烦，不过到目前为止，裁判还没掏过牌儿。皮球弹了出来。 阿森纳拿到了角球，这也是他们的第一个角球。球被破坏出了危险区域，球被弹了出来。 AC 米兰在发球后发起了快速反击。踢角球最怕的就是这种快速反击。阿什拉夫·哈基米，绕过头顶。 这次进攻组织很有机会，不过最终还是没有造成威胁就被破坏了。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，来到了空旷的地带，能进球吗？他得分了，场上的平衡终于打破了。这是一粒手术刀般的进球，有时不多想反而会有好结果。这个球就是例子，不为打得很正，门将无计可施。AC 米兰，先下一城。这个时候要考验主教练面对不得不放手一搏的对手，到底是守住战果还是乘胜追击，主教练要做出决断。球来到了左侧，他找到了防线的破绽，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 这下处理球达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。凯赫伦·图兰将球转移到了边路，球在萨拉赫脚下，萨拉赫球击中了立柱，穆罕默德·萨拉赫被侵犯了。帕特里克·维埃拉因为犯规被裁判警告，并拿到了黄牌。 这就是权宜之计了。他们的防守太过于薄弱，出现了漏洞，不得不犯规阻止对手，实在是没办法。获得机会，他选择打门。现在看看谁能够先抢到皮球，一脚将球轰走。
一名前锋能这样的快速回防，总是会得到球迷们的赞。孙兴民，双方都没有能够得到球。法比奥卡纳瓦罗的解围，卡卡，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，防守非常到位，非常坚决的跑位，可惜被后卫断了。这球不能说他毒，附近实在是没什么队友。保罗马尔蒂尼做出了预判，球出界了，边线球。球在梅西脚下，球现在没人拿，谁能先抢到呢？约书亚·吉米西将球断下，右路的攻势不错，看看接下来的发展。萨拉赫，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能起脚吗？他绝不会浪费机会，手握两球优势，他们掌握了主动权。在夺下球权之后，发起了迅速的反击，整体进攻非常流畅，这是一次教科书般的防守反击。一方连下两城，而另一方毫无建树啊！目前的进展可以说是相当不错，你可以感受到他们越来越有信心。真是好警觉呀！一个舌尖上的抢断，哎，我为什么要用舌尖呢？球在姆巴佩脚下，凯赫伦图兰，帕特里克维埃拉意识出色，轻松将球截下。好机会，他看到了空当。他解围成功，上半场的45分钟已经结束了。Security staff for each block, please report to the staff room immediately. 接下来双方要开始下半场45分钟的较量。很不错的进攻组织，传接配合很有效，尝试把球破坏掉，连续的脚下配合，球来到了左侧，罗纳尔迪尼奥一下子就把对手给甩掉了，一记长传球，这是一次关键的解围。哎，又抢回来了，姆巴佩，帕特里克维埃拉迅速将球抢下，对方无功而返。罗纳尔迪尼奥，孙兴民往前传，哎呦，这种失误本应该付出代价的。亚历山德罗内斯塔排除了险情，安德烈皮尔洛， AC 米兰快速发起了反击，角球既是机会也可能蕴藏危机啊。孙兴民一记直塞球进入了他的射门范围，希望夺回球权，一次很漂亮的防守，及时阻止了对方转身，意识很不错。右路这次进攻很有希望，快速将球破坏掉，机会怎么样？刚才场上的一瞬间仿佛凝固了。我想一方面是对手处理球过于草率，给自己制造了不必要的麻烦，而另一方面呢，他的反应也非常迅速，险些改写比分。
AC 米兰进行第一个换人调整。很好的保卫，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。基里安姆巴佩处在空旷的地带准备接球。皮尔洛，这球很有威胁。我想门将已经是鞭长莫及了，算是幸运的逃过一劫。好身体将球抢了回来。球现在无人控制，争夺还在继续。传球，这球只需向天再借一公分啊！罗伯特·卡洛斯，哦，他把他放倒了，是个任意球。弹扑的漂亮，他表演了一记神扑。约书亚·基米希肯定以为自己能摆脱门将，显然他判断错了。防守队员把球破坏了，双方开始争夺球权。基米希，是的，看起来像犯规，裁判给了任意球。险些破门，基里安·姆巴佩，皮尔洛，球被对方拦截，无功而返。阿什拉夫·哈基米像一支离弦的箭，从左侧高速推进。哈卡，他一路狂带，在这次对抗中展现了良好的身体素质。卡卡冲向防线，但是未能突破。敢于尝试冲击对方的防线很好，相信他不会就此罢休。卡卡有很好的传球机会，中路送出直塞，他一路披荆斩棘，非常好。他还姆巴佩，继续，哇嗨！AC 米兰不会放过任何一次中场传球的失误，短短几秒就结束了战斗。Substitutions taking place.AC 米兰现在决定做出最后一次换人，他的视野开阔，能够送出妙传，让对方更难预测进攻路线。AC 米兰三球领先，他们已经肆无忌惮了。前面有队友在跑位，他仿佛在跟对手说：“兄弟，到此为止吧。”反击的好机会。孙兴民，很精彩的扑救，扑得太漂亮了。再一次展现出了这个团队流畅的快速反击。干净的解围，看谁能得到皮球。险情得到化解，发动反击，反击要来了。舒克伍泽被放倒了，犯规，老实牌了。防守高速奔跑中的球员是很危险的，轻轻一碰，整个人就会飞出去。而且裁判的判罚通常会偏向进攻球员。努伊克斯塔，球在莱昂脚下，前面有空当，把球弄丢了，双方开始争夺球权，直接外球。努伊克斯塔。拉斐尔·莱昂，姆巴佩，射门，没问题。毫无疑问，他们这绝对是遥遥领先了。
这一球不射都对不起爸妈呀，必进了球啊。这球看似容易，其实需要有效利用空间以及高度默契的配合。今天已经完全成了一边倒的表演了，他们目前已经牢牢地掌控了局面，而对方的防线将承受进一步的考验。极其老道的防守，舒克伍泽想要找跑位的队友，视野很开阔，他获得了射门的空间，他抬脚失射，球在萨拉赫脚下成功断下皮球，球在卡卡脚下，现在他的前面一马平川。及时出现让防线稳住阵脚，现在球又回到了他们的脚下，这下看着可真疼啊。 AC 米兰获得一个任意球，第四官员举牌示意补时五分钟，这个拼抢动作不干净啊，给了个任意球，要给牌了，这个现象喜闻乐见呀。看来他已经成为了对方头号目标，当你全速飞奔的时候遭到这样的犯规，难免令人气愤。鲁伊克斯塔这下把球弄丢了，他硬是突破了过去，进行中路渗透，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。罗伯特卡洛斯这一下失去了球权，时间到了，AC 米兰兵不血刃就取得了胜利，他们以绝对实力秒杀了对手。基里安·姆巴佩荣膺为本场最佳，鉴于他今天的表现可谓是实至名归。关于双方今天的表现，蔡哥你怎么总结？我们知道无论在什么时候不失球都很重要，今天除了胜利的喜悦之外，他们应该为零封对手而感到骄傲。好的，在今晚直播的最后，解说苗坤和评论员蔡慧强共同祝大家晚安，再见。
Thank you.